说你怎么变浪漫了呀？送给你。我知道，不然你还送给谁呀？你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呀？答应过你什么呀？把你手机拿。我手机干嘛？拿过来。干嘛？干嘛？轩哥，这就是情侣一生中必做的十件事，你们做过吗？可是这每个版本都不太一样。啊，这是就结合情侣的不同状态。哎，我觉得你可以跟墨菲制定一个，然后你们两个做的事儿。这些你都做过吗？那当然了，我谈的都是正常的恋爱。你没做过？是啊。我说你小子天天下班那么忙的是干嘛呢？啊，天天谈恋爱呢？没有，我哪敢耽误工作呀？可以啊，你老板没做过的事你都做过，而且还做得那么好啊。不是，轩哥，你看啊，你没觉得这个特别庸俗吗？而且俗不可耐，对吧？你看您这霸道总裁人设是吧？就是不适合。坐够了吗？挺舒服吧？你坐。行了，你去忙吧，我好好学习一下。要不我教教你？教你？你教我啊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走了，你坐过来教我。不。你自己看吧。我要为你写一首最甜蜜的歌，化解你的疲惫，现在就静静地听着。我要给你世界上最温柔的包容，当你感觉到累，我是你最柔软的枕头。我想要你亲口说你也爱我，我是你在无尽的夜崩裂的烛火。亲手做的衣服想送给你。哎呀，突然间我有点不舒服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跟着我，这是莫菲亲自给你设计的，快试一下。